这是一款超级省油的发动机，由以色列 Aquarius Engines 公司研发，燃油效率是传统内燃机的两倍以上，加满一箱油可以连续行驶1600公里。如果普及，那将可以节省很多的石油燃料，最重要的是可以为自己节省很多的油钱。